OK， 谢谢 ，Thank you。好，我待会儿就提一个问题，如果有别的记者要问的话，举手啊。早晨我已经见过金导了，那金导。啊，然后今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赵文成先生，好像现在的舞台上呢，他依然和电视剧那么酷，是不是？他一贯就那么酷呢？就是说酷，就是很绅士。第二个问题是，你觉得金导给到你这次的戏里边有一些什么样的创作提示？是不是特别看重你本身的气质来打造这个角色？우리작품은일단원작이있었기때문에원작과좀달라야한다는생각을가지고首先，因为这部作品是有原著的，所以呢，所有的演员、还有导演、还有作家一起，大家都经常会聚在一起，想要演绎一种跟原剧不一样的一个演剧的风格，所以大家会经常见面，然后在一起解说这个角色，然后大家去研究，然后所以可能带出来的这种结果是大家看到的这个比较出色的作品。提问一下导演啊，想问一下导演，那个男主角来了，那女主角为什么没有来？宋慧乔小姐为什么没有来？哈哈哈哈哈！这样子他，太爱这儿。那我们把话筒给到赵寅成先生可以吗？就是问导演说让问赵寅成先生吗？赵寅成的答案是什么？他太爱赵寅成了，所以他就不来吗？好，好，谢谢，谢谢两位主唱，欢迎你们再来。谢谢。好，谢谢 ，Thank you。